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一个我的故事。五、地铁官乌面虎手，一手提银锭，一手提元宝，徛着五虎，看起来是不是真歹啊？但是我的命运实在是有够坎坷的。我的前世是一个太阳神，有一天天有十日，我搁当作我这种世界的平安无代志。真衰，叫雄伊写落来。本来阮高兄弟应该去青城山来做鬼王，但是好死唔死，我是最后一个落落来，就只好去投胎做人。我人类的未解也阁不如妖魔鬼怪，为着升仙，我只好避伫个峨眉山灵修。无想到有一天，竟然会使得到这个好消息，真是会使展现家己修行成果的良机。此来找公明，是想要我出山帮忙，对吗？啊，公明老弟，你可真是太聪明了！我终于可以和你一较高下了。姜子牙，这是我赵公明出道以来第一次使用出24颗定海神珠，也算是对你姜子牙的一种礼遇了。不是着姜子牙竟然使用奥步，叫陆阿勇发出七字定诀，把我抬了。事后姜子牙阁有良心，伫封神榜馆顶把我封做金龙女的正一良好玄坛真君，就是恁所知的玄坛万岁。我率领东西南北4个普罗旗的财金专家徒弟，统管天下财宝。就是大家所讲的五路财神，一开始拢无予人看好。千年以后，世间巨变，人心浮动，无信教嘛，就爱知影爱信钱啊。就安尼，我的香水就会历世上扬，香火鼎盛，愈来愈多人爱我啦。